中国对包括暹边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今年四月以来，菲律宾海警9701船擅自进入暹边礁西湖，并长时间非法滞留，严重侵犯中方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规定，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坚决反对，并多次提出严正交涉。菲方妄图实现在暹边礁的长期存在，打开了恶化南海局势的潘多拉魔盒，遭到地区国家的强烈反对。8月19日以来，菲多次派海警船企图冲闯暹边礁，期间以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执法船，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现场操作专业规范。中方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但忍耐也是有限度的，菲方应立即采取行动，从暹边礁撤船撤人，恢复该礁无人无设施状态。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有力措施，维护自身领土和海洋权益。美方是搅动南海局势动荡的最大黑手，也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正是美方的怂恿支持、站台背书，才使得菲方有恃无恐，一再挑衅。美方妄图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吓唬中方，完全是徒劳了，只会激起中国人民的更大义愤和斗志。